脖子僵硬了，头上顶了一个飞碟，压在头顶上，压了一个飞碟，压的脖子有点弯曲，弯了，然后发现那个飞碟上面还有飞碟，压在上面还有飞碟，压在上面还有飞碟，压在我头顶上压了一长串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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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碟。 现在这飞得很急，因为为了防止那个，胶卷正好落到地面上，引起火灾嘛，所以那个飞得比较低，而且飞行的时候也受到了限制，飞行受到了限制，这样在我头顶上一串的飞碟，一串的飞碟，一串的飞碟。现在我告诉他们，我正在想想，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开那个焦点的事，有一个办法就是，飞碟可以侧过来，不是那个原来水平方向，可以侧过来，也可以避开那个焦点。这样的位置也可以避开焦点，他们像这也是，这样那个位置不是垂水平的状态的时候也可以避开，这么一来，这块哇一下子就我头顶上压在那些飞碟都可以改变了位置了，改变了位置了，就不压在我脖子上了，不压在头顶上，脖子就松开了，脖子松开了，可以不要。 每个组，这样就避开了焦点了，避开焦点了，避开焦点记忆了，可以，位置可以改变一下，改变一下，原来，怎么讲呢？我来这笔画一下子，原来飞碟是这样，现在我改变个方向，可以这样，倾斜一点。 或者更倾斜一点，这一倾斜一个，它这个焦点就你就改变掉了，这也是一个办法，这一搞的话，他们知道有多重选择，多重选择了，好，知道了，这样有更多的选择飞行方法了，高度也可以，灵活掌握了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